出国玩一周，还是跟女朋友单独在家？李阳单独出国玩一周啊！我不用想啊，听到李阳就选他、啊。你是大宝贝的话，那李阳是小宝贝吗？他不是小宝贝，他是心肝宝贝。如果不是羽球选手，想成为哪项奥运选手？是霹雳舞选手还是体操选手？体操选手。和汤姆克鲁斯成为羽球搭档，或者是跟李阳当羽球搭档？李阳。和另一半吵架的时候是冷战派还是当场讲开派？当场讲开派。好，两个月不吃肉，一个月不见女朋友。两个月不吃肉。和李阳单独出国玩一周，还是跟女朋友单独在家？和李阳单独出国玩一周啊！我不用想啊，听到李阳就选他、啊。你是大宝贝的话，那李阳是小宝贝吗？他不是小宝贝，他是心肝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我李阳，你想麒麟吗？没问了呀。我还好哎。麒麟，你想李阳吗？我还可以吧，还是十点半闹钟想就要睡觉呢。没有。我已经放假。我想说你还是这么的自律，我就要佩服你一下。没有，但七八点就会起来是真的。哦，那是老人的行程，那不关自律的问题。你知道刚刚我们有问一题，他们说麒麟是你的大宝贝，你知道他说李阳是他的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说你是他的心肝宝贝。哇，那麒麟现在都是走那个肉麻路线了，是不是？有点太肉麻了，那我是 I 人，这个太 E 了。没有，我要把你场上的 E 给放出来啊！你怒吼的那个样子，把你放出来。他不是小宝贝，他是心肝宝贝。